看这个天儿多好，瓦蓝瓦蓝的。今天呢，咱们用这两个肘子啊，这是我提前泡好几个小时了，把血水也都泡出去一部分了。完了做一个红烧肘子，这两个肘子我才发现都是厚肘子呀。你们有没有感觉到我说话有点沙哑？就最近又有点感冒了，主要这天气不正常，哎，偶尔稍微热点，完了偶尔又贼拉冷，一冷一热，一冷一热，又给我整感冒了。先把这肘子给放火上，给它好好烤烤。第一呢，可以去那个肘子上面那个油泥味儿，就那个骚臭味儿。第二呢，还可以去那个猪毛。就把这肘子燎成这个德行就行。完了，搁水里边，温水里边最好是给它泡一会儿，然后再用钢丝刷一刷，就特别好刷。把这两个处理好的肘子，给它冷水下锅，给它焯一下子水。给这里边来点料酒，再来点葱。趁这个时间，咱们炒个糖色，给锅里少来一点点油，然后再下入冰糖，就把糖色给它炒成这种枣红色，然后再倒入开水。这个糖色就炒好了，看看红秃的。再把这个大桶里放上清水，然后把之前炒好的肘子给它搞里头。做肘子的香料，我准备的是大块的葱、姜、八角、桂皮、香叶、干辣椒、白芷、花椒，还有小茴香，就这些。再来点料酒，放点生抽，再来点蚝油，再放上两粒白糖，不是白糖，冰糖，把鸡精搞里头，再放上之前熬好的糖色。现在就可以盖盖开炖了，先不用加盐，先炖的一个多小时，完了再给它加盐。Later。肘子现在已经炖一个多小时了，现在可以加盐了。加完盐之后继续炖，完了给它炖烂乎的，炖它两三个小时，完了之后再泡两个小时，完了再吃。One hour later。现在这肘子已经炖了两个多小时了，完了又泡了一个小时，出锅了。我去，炖的老烂乎了。开饭了，今天的下酒小菜就是肘子，看颤颤巍巍的。然后这拍黄瓜，这是小尿汁儿，这是我的一杯酒，今天坐在小炕头上吃。哎呀妈呀，看啥？哎呦我去，看这炖的，哇，非常软烂，非常好吃。蘸不蘸料汁儿？蘸不蘸这小尿汁儿？蘸。好香啊！一看就流口水呗。想想就流口水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肘子最好吃就是肘子皮。你们说这些肘子能有多钱？得，我感觉得超过2000哈。这是那个大桶里边的，大桶酒，这个60多。我现在做这个大炕属于瓦凉的大炕呢，现在这炕不是每天都烧，3天5天烧一次。那天我烧炕，你知道我家炕就烧炉子烧炕，晚上给我老公热的，因为那炉子那个烧的暖气片热了，屋里整的可热了。俺妈太好吃了。俺妈也这么夸张了。好吃，就是感觉吃多了稍微有点腻，反正吃点小黄瓜。好吃好吃。
但这种就吃多有点腻。蘸小料料汁解腻的。再吃点小黄瓜。好吃。对，你看这个肘子炖的，肉直接掉下来了，完全的脱骨了，哇，好烫，又挺黑的。我家小孩这家伙，一到夏天呢，我妈在外边一晒，他们你们做操得放多少时，是不是？啊，来回咱们。做操我得一个多小时呢。为啥呀？啊，下午一次，下午一次。嗯，对的。太欠了，做操一个小时，在家在外边玩儿啥，一天在外边玩过也得一小时，一天外面三两三个小时，能不黑吗？黑黑点，黑不牙真就行。黑黑的天空低垂。有点好掉的吧？很好，很好。真好好啊，皮的话我给你整皮，这皮这做的要跟那个猪蹄儿的感觉了呢，啊，做成猪蹄儿的感觉了。哇，这点肉，哇，咱俩好能造啊，咱俩能吃一个肘子。我给小猫馋的隔着窗户在那嗷叫。等我吃完了给你啊。也有点面条不是。我老公还没回来呢，现在6点没到家了，马上到家了，那个肘子就给他留着了。嗯。